早安，今天我们很早哦，七点就要去逛这个早上市场，就是那个金用那个。这里的时间七点，马来西亚时间八点，一早就出门喽，要去逛逛。我们来吃这个哥弟茶店。讲华语啊、哦！啊！好厉害，要讲华语啊！那个鸡饭。给他讲那个少一个，厉害，厉害，他讲坏了啥都讲了，他的垫子很大不了啦，他的肉很小，这种呢，在吉隆坡也是有这样子的双倍价格，就是你放到饭里面呢，好了，不容易，啊，不错了，真好用，最脆的，非常大的，最脆的，啊，它不是很多工，它洗干净了。哇，好没有了，狗都不到了。嗯，很脆哦。那谁，那谁啊？我米粉的，米粉的，我米粉，米粉的。啊，米粉的，米粉的。狗皮哦，真的够力啊，没有放糖啊。不了不了，是啊是啊。我就狗皮哦。我们这样吃，台币1960，马币差不多250。它的水啊，全部一样价钱啊，叫咖啡也好，叫麦乐也好，叫咖啡也好，都是一样价，多少？30啊？三十。所以来这边呢、啊，尽量叫米乐，那就叫咖啡，咖啡哦也是一样30。1964块一杯。好喽，走喽，走喽。你从十六手进来哦。现在我们要去 Kim Long Market， 就是那个他在的早上市场。哦，不戴，不戴好美啊。前面就是金用马克的。我要冲给你。哇，这龙好美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葡萄这么大力？
就是金木马克了。这里就是金用马克了，金用马克。ยาเป็นกันเนื้อสีอะไรดำตะกะยาโอ้สั้นจุสามสิบกิโลหายเฮ้ยแพงกว่ามาเลเซียโอ้มาเลเซียสามพันกิโลอ่ะ小姐好热哦，买不带一kg200，两百就是马币26块。要green咖喱哦，
哦，整条街给我走完了，哈哈哈。猪肉粥。咸榴莲哦，两个单盖了，还没有熟就采摘了。这要豆一公斤360，半公斤180。我走了一大圈回来，你们还在这边呢、啊？对，我加了500，那个100啊。很乱。我还要再买，我不要催人的。350，500。300、500。来找这个老板娘买。嗯。啊。嗯。300、500。你是百 game 了，百一百是四百啊，带500 game。这个。我姐姐很厉害买。你要买不带去？不带。半斤喽，半斤喽，200。哎，来这边买啊！那个老板娘不做了，让老板娘请我吃。哇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来个。OK， 我买半斤喽啊，600。这个老板娘啊。嗯。200一个斤喽。哇，老板娘给多一点点，好，谢谢啊。600，600，美美的。嗯。OK， 好厉害，买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看。哎呀，你看，哈哈，张大宝那个，老板娘送的，老板娘送的，哎，来这边买了呀，买。他很多粉丝。你们来找这个美丽老板娘啊，哎，可以扣的啊，一边扣一边送。扣一点了呢。扣一点不了啊，讲。走了，我跟水哥自己走了，我们去按脚了。好，我这种。丽嘉顿在这里啊。全部都是嘟嘟了。现在我们要回酒店收拾东西。回酒店喽，我们还有3个小时时间，所以哥我们来按脚，就在我们酒店隔壁而已，很简单。按了脚之后来回马来西亚，我们酒店在前面，这里有4间按脚的。哦，那老板娘一直叫我们啊，经过的时候不好意思，因为之前常常来这边按的。嗯。哦，我们要按脚哦。来，还不在，就是要按脚，做人舒服舒。今天考察总是9:30，我们的火车是2点，嗯，所以等下我们12点叫咯，叫之后我们就是去火车站买票，买了票之后，人在那边还可以休息2个小时才上火车，回到他三角应该是6:30，不晚，
所以我把那个早上市场的视频先放上去给你们看啊。OK， 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我们要按脚喽，按脚先。按摩师来了，按摩师来了。我们不晒，他们都没有。